不要求伊，讲叫阮甲你拜托。嘿，看会使组做一个团队。要怎么组？想跟你组成一个女团呐、啊？真的假的？现在女团都很夯呢、欸。是什么这么大胆？哦，这个很神秘。敢跟仙女一起这个同台的？他也蛮大咖的。真的吗？但他有这个要求，但不知道适不适合啦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？哦，你说可以吗？先，要不要先听他唱唱歌？先听声音哈，好啦，来。来，好不好？风中的玫瑰，来，听看麦。你可以跟他一起合唱哦，看看声音搭不搭。用来吹起多情的雨，可比梦深甜。黄的月去，阮的心内孤单的你，只也关心。这个声音会使袂？啊，亲。地面爱来吃亏，心若是爱袂醉，阮一个人免安慰。啊，风中的玫瑰慢慢啊开，甜甜啊醉，头顶悠然一片。声音很好哎、欸，你再再看，什么人？调钢琴的啦。我先问一下，你有出过专辑不？出过很多，出过很多。嗯，有跟我合作过吗？有，有。哎，这班有哎呢。嗯。啊，你出多几年啊？这几年。这几年哦。是不是我以前跟三太出个对话？哎呀，我来干嘛？我来跟三太出讲话啊？啊，你变哪？甘美，甘是江志美，哎呦，林妹妹，哎呀，温世杰啊，江志美啊，林世杰啊，不是啊，林秀提，江志峰，哈，都还喜欢江志峰，对啊，啊你啊喂，哎，跟你好像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我不知道你们两个长这么像哎，那叫水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我真唔知啊，讲两个真正足像的了。这哎，您爸爸、您妈妈在制作的时候，拢足认真的哦，用心，用心。你哪不要恭维啊？恭维的，哇，才被恭上。哎呦，好漂亮呢，好漂亮呢，真的呢。你的俄罗斯卡迪哦，原作显灵耶，比我还漂亮呢。你蛮适合女装。是是，不过今天对不起大家。干嘛？因为我贴了假睫毛，我看不见前面。